手啊，好拍照啊，好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认识呢我们的洛克。他呢这个灵感啊，特别是来自佛珠上头的白色光芒，象征中华民国过去100年来民主自由光华是什么历史。头顶十二道光芒，带着超可爱的100红眼镜，建国100年吉祥物光芒宝宝 ROC 洛克今天一现身，现场立刻响起一片好可爱的惊呼声。文件会今天正式公布建国百年吉祥物，动感又活力十足的洛克在现场摆出各种可爱的姿势，开心的与大家合影。设计者李凯安也与他所创作的洛克拥抱亲吻。记者会后，连现场人士也忍不住上前与洛克合影留念。洛克是由2000多件设计作品中脱颖而出，文件会主委甚至人也说明这个吉祥物造型非常可爱和吸睛，身上配件可以活动。未来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是冬天，它弄围巾哦，以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设计比基尼啊，各种这种 T 恤啊，各种各样的这种配件，可以让它在不同的场合来佩戴。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多元性，也呈现我们台湾开放多元的精神。台湾醒报记者戴一凡、肖介云采访报道。